Wait. 而接下来是来自于美国的 Naomi Lan 以及 Peter Chernyshev 的表演。是来自美国的 Naomi Lan 及 Peter Chernyshev 的表演，两个人从1996年搭档到现在，在国际的比赛上可以说是常胜军，又得到了1998年、1999年的美国滑冰锦标赛在冰舞项目的冠军头衔。嗯，这一组目前是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冰舞选手，我们看到他们两位选手。在艺术造诣还有对音乐的感受力和变化，整个步伐的改变感觉上是非常的好，而且默契也搭配得很好，动作上面的一致性还有动作上面的整个自创的部分
都能够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去做变化和连接。目前在短曲的部分，他们是占据第二名的成绩。5-6, 5-5, 5-6, 现在在技术方面成绩已经出来了，得到一个5.7分的高分，另外还有4个5.6分，4个5.5分。而在艺术方面的成绩表现，有拿到5.8的高分，3个5.7，4个5.6，1个5.5分。在目前的冰舞的部分是拿到了第一，是占据第一名的成绩。Thank you.